其实我12:10进了客房之后，你就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有本事你来找我。哦，也没有综艺效果，所以这一下一定是有。我的字好丑，谁投了我？接下来在剩下的3位玩家中，获得1票的玩家会是谁呢？肯定是我，我都知道是谁投的我。不可能，你才1票。获得1票的玩家就是。艾将军。雷小二。在剩下的可疑对象何孤独、艾将军中，要平票就精彩了，并不是平票。好，24。如果是我4票的话，我收回刚才对新玩家的夸奖，并且永不录用。突然放不下狠话了，对，突然又心软了，突然又心软了，我觉得都不容易啊，来，来吧。接下来将直接公开获得4票的那位玩家，他就是雷小二旁边的。瞧你站着位置，瞧你站着位置，他刚才说何孤独，他刚才何孤独获得4票。什么？被指认为本期的关键人物 K， 何孤独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想说话。对于新玩家怎么评价？对于新玩家，我不认识他们。我4票，我玩得这么差吗？